昨天喝醉了，起晚了，早上起来吃饭，开始排队了。这人也太多了吧！免费的泡菜，吃一点开开胃。立即收款六元。他这里只要是蒸出来的什么馅儿的，有什么的就写什么，没有的就不写。小店收拾的挺干净。没得八块。啊，真的一天能卖多少？卖也就是一千多个，一千二三。下次送一点下来。哦，咋这都是干净的啊？我这就夏天七八月份的能卖到两千块一天，你早上的算是？从早晨5:50一直到10:00吧。哦，是老师。但是好多的口味很好。还行，你看小伟的纸做的好吃，你做的保证质量。对，我看这质量跟口味。对，对。但是好几天不见了。咱陆山挺有名的，你啥都知道。啊，第一个卖大包子的。哎，这大包。网上说卖的最贵。贵啊！最贵，天天排队。包子贵，天天排队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哎呦，昨天晚上喝醉了，过来尝一下这个孙老太的这个大包。这是一个老店了，它是10年开业的，是济宁第一家这个大包。要两个，要一个素的，要一个肉的。素的我要一个羊苗的，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这个口味儿。它这个盐味适中，然后馅儿非常多，正儿八经的这个直播馅儿多的一个大包店，正儿八经的大包。我当然拳头比了一下，它那一个大包差不多和我一个拳头这么大。我刚才掰开了一个，看。当然就为了拍这个效果嘛，我把它掰开了，然后里边的这个汤汁我都没捞着，我喝到了，特别香。他家的这个纯肉的包特别香，除了纯肉的，我还喜欢吃他那个藕肉的。太棒了，这个肉的。想吃这个皮儿薄馅大的啊，朋友们私信我，然后我给大家说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。其实有很多人也没来过，
所以说喜欢看我视频的那个小伙伴一定给我留言，然后我给大家把这个位置发给你们，你们给我留言我一定回复。